首先进入剑盾机器人频道，在频道内输入金钱符号加 L， 再把做好宝可梦档案拖入到频道内。好了之后发送讯息，此时机器人会透过私讯方式给你密码，在游戏中连线网络并输入密码。等机器人说我已经在等你，就可以按连线。连线到机器人会一，你传给他档案顺序做传送。接下来演示如何用文字批量连续交易。首先一样在文字框内输入金钱符号加 L， 找到你要交易宝可梦英文名称，输入进去使用加号，隔开。输入完成后按发送。此时机器人一样会私讯你密码。打开游戏输入密码。
如果你使用文字传送机器人，会帮你自动亲民。影片结束，感谢收看。